因为咱今仔日的贵宾吼，伊是楼下吼，非常的侪吼，咱无得意邀请各位来宾来上台讲话吼，在此致上歉意吼，啊，在此感恩着今仔日的贵宾莅临吼，啊，在此介绍着贵宾来，互咱大家来熟悉吼，啊，也请咱介绍着贵宾，咱听起来吼，互大家会当知影是你吼，非常的感恩吼。中华何必不及中华诸位同生主张静伟，感恩。感谢咱张静伟哈。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范国庆范教授哈，我那感恩咱尊家范教授一番演讲，还有非常的感恩范国广范教授哈。啊，刷的是咱屏东不及偏远玉芝乡。苏主持，苏老师，苏立华老师哈，非常的感恩到茶楼哈，好，大家非常的到。海南怡丰灯第一等陈静旺主任委员，宜兰的马老师哈，好，非常的感恩。孙永吉，孙建筑师，海南单位孙建筑师哈。民国营造厂。李董事长，智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杨文志杨董，宜兰情信中澳副主理委员董陈进百，宜兰的副主任马刚霞，南平天路哦，周明台建筑。点秘书，来宾请掌声鼓励。海南耍是萧庄县的，咱今天的地点哈。海南的，来这些是咱的李光威晚陈主任哈。拄只咱个礼表是咱六里门个礼表吼，小礼表。刷来是咱道济三芒灯，永驻道济师兄。再次感恩各位贵宾的莅临吼，来宾请掌声鼓励。感恩各位贵宾的莅临吼，内行。鞭炮，再次十二万分，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哦，并感谢咱尊重的同台，再次祝福各位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恩。来哦，那个再多欢迎咱雄威龙之团哦！咱欢迎着雄威龙之团有咱带来王冠标诶，感恩。感恩咱各位贵宾莅临吼，今天对咱冰箱的状态非常的感恩。强师健锐，国鼓响彻云霄，五福临门财源进，五开富贵真百福，鼓报平安那天祥，吉祥如意贺动土，迎春纳福喜临门，中秋今日上好大阵，万万成功。
们咱全心将他们。非常的感谢咱贵宾的热闹。咱宜丰镇第一等陈俊旺主任委员吼，非常的感恩，以及咱的马老师吼，感恩。来宾掌声鼓励。谢谢，非常谢谢今天我们雄威龙狮团为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哦，感恩。